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现在为什么在车上呢？没错，因为我要去调查一个校园都市传说。在以前的年代，每一座校园都会有一个蒋公的雕像，而许多传闻都说蒋公会在半夜的时候流泪，甚至是站到脚酸了还会起来走一走。但是呢，这每一座学校的雕像都因为权威时代的过去而一一被拆除了。他们现在目前全部是被拆到石湖公园去，可是呢，那个地方实在是没有办法晚上进去拍。所以呢，就我所知，北部还有一间蒋公灵异传闻蛮负盛名学校。没错，就是政大的蒋公骑马。据说政大那只马，它在半夜的时候还会偷偷的换脚站立，也有的人会在半夜看到它走来走去，甚至听说对它投10块钱的话，它会下来让你骑上它的马。虽然我是觉得很夸张，有可能谣言终究还是谣言，不过为什么蒋公的传说还是这么的盛行呢？而且也始终没有人去真的证实它。所以呢，我就打算今天晚上去那边架两台夜视的监视器，而且这两台监视器我可以实时监控上面的画面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从11点开始要待在车上待到隔天早上天亮，这就是一个漫长的挑战。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底蒋公会不会有什么动静。OK， 那我们不多说，直接前往政大吧。Go。对，大家好，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。上面这座就是蒋公的铜像，看到本人之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会有传说，因为你们看他的脸，真的很像在盯着一个人瞧的感觉。现在晚上看，感觉是真的还蛮有威严的。而且不是说投10元他会落马吗？果不其然。而且我不是听说政大有一条坡，它都阴森森的，是这一条吗？不知道，觉得我就架在这边好了。第二台只能这样子，因为它粘不住。哦，蒋公没有放上照，那我们等着明天来收摄影机吧。那其实呢，来到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意义蛮重大的，因为这边是我爸工作的地方，说要跟他来，我也没有来过，然后第一次来原来是这样子，对不起啊，爸。各位，我刚叫你摄影机回来，现在已经实时在监控这个录影画面了。时间呢是11点50分，我觉得这感觉好像在看电影哦。是不是要买个东西吃啊？我也很好吃的。嗯，这铜像它是左脚这样往前的，但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什么动静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等到12点的时候再见吧，或是有什么状况会立马告诉你。现在时间11点57，现在在政大旁边的警察局这里，12点感觉是一个关键。目前看起来还没有什么状况，时间还有3分钟。这3分钟我来跟你们讲一下，之所以会想要做蒋公这个都市传说，其实也是因为一个缘由。我在这个都市传说冒险看到了这一则传说，这里面像是一个专门在讨论都市传说的社团，里面会探索讨论一些台湾的都市传说。像你在录社的时候，他也会问你一些问题，里面呢也会有一些互动式的贴文，他 po 的就是民凶鬼屋的照片。虽然我对民凶鬼屋最大印象就是鬼屋咖啡厅，喝完可以顺便去探险完出来再喝这种概念，这应该就叫做观光财吧。讲述了一些蛮酷的都市传说，地下室日记，做去全台图书馆。都一本这种东西，静梦的都市传说，把手弄湿放在镜子上，透过镜子去看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还有一些奇特的突发事件需要我们到场去探索。像我走到地下室的时候才可以召唤出小女孩，像我在学校蒋公头下真的会移动，这就是启发我的由来。里面还有一些更深的剧情需要动脑的谜底，我藏在这个都市传说冒险团里，进去的可以去下载，我把连结放在下面。看我现在讲完刚好59分，超准，我直接看着它，看它到底会不会变什么东西。完全什么事都没有，6个小时要，但我想要做一件事。Hello， 我想找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有没有那种招鬼的符？没有，我没有卖符，都是金子而已。哦，你们只有金子？对，那、啊、你现在是要神明的，还是给往生的？往生的啊，往生的，对。符咒绑在摄影机上，好像更有几率录到蒋公的灵魂吧。买不到符咒，所以我就买这个。我们就赶快出发去政大吧。各位，现在出状况。我刚刚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，就看到我那个摄影机，它讲掉落。哎，我现在就要去回去贴纸钱，我就可以顺便把那个摄影机扶正。我觉得完美。我要进去处理我的那个相机。哎，锁住了。本校自习日期每日凌晨0时到次日上午6点完全关闭。这台摄影机就要锁在里面了，我好想去里面把那个摄影机贴上符咒。真的防疫做得很好，就这个学校也是。没有了。
好，我们不用指望符咒了，我觉得祷告，祷告希望会出现鬼。就是一个无奈的感觉，我觉得少了一台摄影机就少了蛮多的，就只好想要把那个纸钱装上去哦。但是没办法，我们人要越挫越勇，没有办法进去，我们就用爬的。虽然我刚刚看到有其他学生从旁边那个侧门爬出来，但我觉得遵守，我活着尊重任何人，别人就问心无愧。只能希望警卫看到那个摄影机会把它扶正吧。各位，我要讲一下紧急状况。现在时间已经4点多了，连全家的车都已经来送东西了，然后红绿灯也都调成快闪模式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刚刚看我电视的画面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一个，我不知道是一个光点，就在我摄影机前面。因为我现在也不能回放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，所以我回去看，再跟你们讲是怎么样一个回事。嗯，好累啊！是在我摄影机前面这个镜头里面，会装着几个观众，好酷哦。天空已经有点微亮了，现在是5:09的亮台，电视机已经没电了，现在只能单等到6点。是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早餐店？推荐一下吗？正大人木栅的学生，上次女鬼桥那一段，着实的觉得是因为我后面的杂物实在是太多了。现在是有东西飞过去是怎样？应该先抢先一步进去啊，不然这已经被收走就死定了。对的，现在是一个非常早晨，再不是早晨的时候，6:16了，正大的白天，路上虫鸣鸟叫，我只想睡觉。哇，好漂亮哦，跟晚上来说不一样。其实这样看起来，有时候拍拍白天的东西，感觉很爽哎，好漂亮哦。最近真的很喜欢欣赏一些雕刻品啊什么的，我是不是老了？近距离观赏一下，错，真的是很有历史文物价值。我想收藏，好，不看了，看我们的摄影机。找到了，倒了，继续看另外一个摄影机。摄影机在这里，但是它离太远了吧？就在这里，跑哪里去了？它可能是没放我们滚过来的吧。我喜欢，好像住在这里。那个摄影片段，我回家会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的，我会直接放到后面。那如果没状况呢，那就没状况，真的要回家才看得到。如果你不确定后面有没有恐怖东西的话，你就点一下那个荧幕，就看后面还有没有红色的一条。如果还没跑完的话，你记得要看到最后。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跑完，因为我这一切真的是很 free。各位，拜拜。